不透啊，猜不透啊。这栋卖东西，这是老宅嘛？老宅不免俗的就是咖啡厅嘛，咖啡厅甜点比较常见，那这个就会很正常，对啊，对，太简单了，意想不到。法式餐厅，哇，可能是预约制的，然后里面会留很多古董家具，对对对，高级的。那你呢？我刚刚其实想的是印度咖喱，我觉得咖喱有点太不可能是真的。如果是咖喱的话，基本上它这里要有味道了。会不会真的是法式啊？这样一讲，整个味道上。因为法式的话不会有这种抽油烟机，它一定是油烟味很多。你看，我跟你说，你们是不是要观察一下？怎么样？它里写银面，一银面，一银字是银行吗？你一银写讲银行会不会有失自己的智商？我觉得拉面啊，拉面，好哎，拉面，我觉得有可能。对，好，确定了吗？确定，拉面，确认，确认，确认。所有他的那个料理是我们一进去就可以看得懂的料理，能懂。可不是意大利面吧？我觉得应该是。他故意用这个招牌糊弄我。我觉得他进去就会看到卤味餐在里面。啊，你好，你好喽。你是老板娘吗？我是打杂的老板娘在那边，但是店小二。讲中了，卤味，卤味。我们来来来，这边请啊。啊，你们这一间原本是什么屋子改的？哦，这一间是以前那个新竹关西镇的镇长。哦，镇镇长。哦，等于他的家是不是？哇。好哇，老宅去改的。怎么想？没有想到是这种，就是小吃的面的面，真的铜板面全部都50几块，六十便宜，水晶饺汤才45块。他们的干面、油面是用关西在地黄面、黄面。油面都是原的，对，哦，正用的，哎，那就是干油面喽。好，而且我看你们员工是不是有统一年纪，壮世代，这叫壮世代，而且他们统一要染一样的颜色，发型颜色，甚至可以挑染，挑染，而且很自然，很漂亮，漂亮，够追，喜欢他们这一种环境一起工作，好酷的地方，哎，完全猜错，猜错，但是朵拉刚刚讲对，不是很大玩笑，对啊。他的前身后，他们还有一点点。哎呦！我真的跟你 say sorry 啊！后面坚持要拉面也是你。对，然后这个就是干油面，它总之关西这边就会是扁的，对，关西扁面，对，猪耳朵，然后这边是猪头肉，对，其实好划算，对啊，然后你在一个这么棒的关键词，嗯，祝福那种，哎，你看看上面它那个都还是保留那个以前的。来到了新竹客家庄，油葱，油葱，油葱，它油葱就会弄很多，对，而且我相信它的油葱更好吃，哦，好香哦。嗯，不要浪费。哎呦，客家精神。一般我们揉面就是圆圆的、黄色的，它会比较软一点点。嗯，啊，它这个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比较有嚼劲。而且它相对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扁面，它比较能够扒它的油葱的香味，所以你吃起来它的口感的时候，你的嚼劲它的咸香味更好。我也吃看这个。觉得有一点点，我们像穿越剧哦。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我刚比较想象它在更像阳春面的口感，可是我觉得它们比它感觉稍微厚一点点，外面的油香很清楚，可是里面面心的味道也很明显。对，它是同时保有两种，你既吃得到油葱的香气，但你还吃得到面本身面粉然后的甜味。嗯，它水晶很大哎，然后水煎包哦。但其实水晶饺好吃跟不好吃落差蛮大，有没有害羞感？刚刚有人在跟水晶饺接吻，但那个软嫩感，好嘴唇的。你是不是太久没有？中间的对啊，好可怜。中间那个是因为辣椒太辣。哎，听我说，它中间那个软嫩度，
有一点像瓦吉，可是它的最外层，它的水晶饺特有一个特性，它就是它软 Q 之中，它会带一个脆，像脆圆。啊，懂。它就是拿捏的刚刚好的那种。然后水晶饺其实主要都是吃那个皮中间肉末一点点。嗯。可是它的肉末弄得非常香，虾米味很浓。嗯，水晶饺很猛。来，嗯，很 Q 味。有夹体的感觉。如果这个是嘴唇的话，这个人一定用整形啊，打破东西的。嗯，皮超级 Q 脆，真的有到那种 Q 到有一个脆口的感觉 ，Q， 然后最后不就是咬断，然后里面是那种很传统的那个菜市场啊，超贵的，超贵的那种馅。嗯，好，那我来吃这个。嗯，你有多？为什么刚刚想推荐？是因为我刚一口进去的时候，它除了它平常的弹性之外，它有一个烟熏香味，而且是很香哦，因为超浓。它是我近期吃过最好吃，带一点黏。这个是招牌，这个要小菜啊，这个必点，香不下来。你这个真的吃过最好吃的猪耳朵，而且它还有一点软绵带胶质那种感觉，有点像猪脚，哎，超强的。之前这个配面，加的隐藏版是这个，这个隐藏美食，很香很香。咸酥鸡哦，写了呀，对啊，所以是它有一个品项我们猜不到，隐藏版菜单可以进去看吗？可以哦，但是没有在菜单上。哎，它有很多汤面哎，我知道了，它后面还有做车子的大保养，你看它很合理啦，墙上哎，对哎，对啊，我在什么？不好意思，哪个炸龙虾是什么意思啊？哎，有看到啊，它原本的品项就已经蛮精彩了耶，对啊。这个已经很狂了，评价好多。我刚刚有没有想猜麻辣锅？可是麻辣锅也写了。我觉得应该是佛跳墙。佛跳墙感觉怎么很像有可能呢？对啊。那我们写仙人跳，写仙人跳，这个梗会用到明年。仙人跳，方天啊，猜仙人跳。仙人跳，号称仙人跳的佛跳墙 ，AKA 佛跳墙 ，AKA 佛跳墙，感觉车库私家菜是什么？哎呦，不写在这。老板。就是我们会依照时节的不同，然后会有一些现炒的一些下酒菜。还有人说你很向往四贤吗？好像蛮多人。那你们怎么会卖那么多品项呢？对啊，因为我们就想说已经转型到居酒屋的形态了，所以我们就蛮像的，新增一些菜色，然后让它多元化。哦，所以我没猜对，对不对？待会看就知道了。好啊，好啊，好啊，我们等下看。要这样躲猫猫就对了。好。那就麻烦你了，帮我们准备一下。厉害。超越我们对咸酥鸡的一个认知，真的够澎湃吼！对，还有这个海鲜，还有鲜鱼汤吼！对，哇，咸酥鸡，焦香咸酥鸡可以沾旁边的粉，啊是哦，对，这个是仙科公仔面，刚刚讲的，哎，它仙科太大了吧？这个就可以当隐藏版的吧？够派，咸酥鸡店点的都这个，超派超派，好，再来一道，他们老板也很推这一道，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基本配备一定要有的，四句豆、鸡蛋、豆腐、鸡皮，照这个逻辑来看，是不是这个？要先来呢？公仔面，你只想吃公仔面吧？好，可以先吃。嗯，来碗里面一碗。公司好好吃。他奇怪的窗户之类的。哎，很鲜呢。我是在这边喝一口，你们刚刚在那旁边的时候好好喝。它已经有点带一点奶味了那一种。它有加枸杞，这个汤的甜甜的，好好。对啊。你看，哦，很肥。好肥哦。遇到。我刚以为它的鲜科，它有进去里面一起炒过，但它不是哦，它是稍微烫过，还是类似像生蚝直接挖出来，还带有点黏液，那个海味在里面是直接炸开的。它的那个炒公仔面，它做的是有一点点像川味的麻辣的那种花椒的那种大红袍的那种香气。哦，没有，很海。
超级无敌海，我懂了，这也是那个鲜科，对，它是分开做的，才会有保留它的那个原味，还有那个水分，所以咬下去的瞬间，嘴巴都是那个鲜点的味道，直接炸开，嗯。但我想要吃那个好炸皮蛋，炸皮蛋，老板很推。他的炸皮蛋也做的跟一般的不一样，一般就是炸好就撒胡椒粉，但他做的有点像日式居酒屋感。对，试试看炸皮蛋。怎么怎么怎么？这炸皮蛋，它裹了那个粉之后，超像那个章鱼烧外面把它煎到脆脆的，皮蛋的蛋黄像章鱼烧里面软绵绵的馅，然后 Q Q 的皮蛋的那个蛋白就变章鱼本人。那个章鱼烧会配上上面的菜，超像章鱼烧。好神奇哦！你确定吗 ？OK OK， 那个是，这不是吗？章鱼烧，章鱼烧啊！调味上真的是用那个章鱼烧的概念，对不对？对，柴鱼片还有那个酱，真的是蛋黄绵绵的会取代章鱼烧的那个章鱼烧的那个馅的那种半熟的那种感觉，对，好聪明哦！蛋白变成章鱼本人，好好吃哦！这个好吃，好吃，好吃，它才是隐藏版吧？哇！这个怎么会猜得到？这是帝王蟹吗？帝王蟹，谁会在咸酥鸡里面卖帝王蟹？那你壳可以稍微啃一下吗？还是直接吃？如果牙口够好的话，可以试试看。OK， 因为它炸起来，它一样有甲壳素的香气。啊，好，感谢 Hango。我们猜错的，错的，有惩罚吗？用这个磨脸。好痛啊！牙口最好，你吃。很脆耶。前面刚说那个壳炸过之后变稍微有点软化了，就可以咬断它，然后可以吃它那个脆脆的口感，还有咬下去会慢慢慢慢有那个蟹香嘛，嗯，之后又我咬到那个肉的部分，肉的那个一丝一丝的纤维的感觉超明显，然后它肉超级甜，很奢侈哎，很狂哎，来，这个脆度真的是。真的甜呢，嗯，炸的甜跟它一般那种清蒸的甜味是不太一样。对，它炸完之后，它多了一点点那种奶香的感觉。嗯，我觉得是跟它的那个油呈现一种化学的热变化。而且你吃到里面肉大块的，应该会比较嫩哦。哦，肉比较多的话嫩，裹一层薄薄的狗肉，超聪明。它一方面是可以把肉汁整个锁在最里面，可是你咬的时候，那一层粉它帮它多添加了一点点油香，那个油香跟蟹肉本身的甜香 mix 在一起，然后它像蹦出了一种很像蟹肉加的奶油的那种香味。这个品相也太狂，谁都猜不到的那种。对，不跟你长班，不得不认输啊，太强了。这个也很厉害，对，太厉害，哪一半为佳？嗯。